大家好，欢迎大家走进大连海事大学船木课课堂。今天我们讲第十一讲船和军事学，本章分为两节，今天我们讲第一节大义战船。孙子兵法九地篇所说，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济而御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这是孙家先祖孙武子用船构建命运共同体，从而使兵如帅然的军事指挥艺术。在孙武子的指挥下，吴国打败了强大的楚国，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比至赢，五战楚五败，楚昭王王出郢。吴王何卢擅长舟战，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王僚二年，公子光伐楚，败而亡王舟，光惧袭楚，复得王舟而还。吴国的王舟是什么样子呢？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是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中国第一家国家级航海博物馆，旨在弘扬中华民族灿烂的航海文明和优良传统，建构国际航海交流平台，培养广大青少年对航海事业的热爱，营造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文化氛围。博物馆建筑面积46434平方米，室内展览面积21000平方米，馆内以航海为主题，博物为基础，分为航海历史、船舶、航海与港口、海事与海上安全、海员、军事航海六大展馆，渔船与捕鱼、航海体育与休闲两个专题展区，并建有天象馆、4D 影院、儿童活动中心，涵盖文物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陈列展示等功能。二，吴国的大义战船为重点藏品，蕴藏着吴国王舟的影子。大义战船是中国古代一种水上作战用船舶，由春秋时代的吴国所造，是中国最早出现的战船之一。据史料记载，吴国的战船有大翼、中翼、小翼，以及楼船、凸帽、桥船等不同类型。大翼战船是最具代表性的船型之一。此战船船体修长，河流中可穿行如飞，是水战中的快速主力战船，其作用相当于陆战中的大型战车。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历史馆陈列着一艘由3公斤纯金打造的、长43厘米、高16厘米的春秋时期吴国大义战船模型。该船模由中国台湾著名金雕艺术家吴清先生历时1年多制作而成，其原型取材于
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北京与上海交通大学船舶数字博物馆藏的大力战船，并依照文献记载等比例缩小制作而成。由于用材贵重，造型独特，工艺精湛，该船舶成为中国航海博物馆数百艘船舶中最为独特的船舶类藏品。该艘战船的船体部分由船壳、船底、船舱、战篷、甲板和缆榫等结构组成，船舷架桨两舷共有24桨，船舱内藏桨手48人，两两对面交错站立，船尾有舵桨用来控制船只方向。船体甲板为战船的战斗部分，首尾分别竖有守望楼和尾望楼两座望楼，可以登高观察敌情。甲板上还设有滑盖两处，为战鼓滑盖和御座滑盖，为指挥官所在之处，用以防晒避雨。船舷缆榫柱头之间架设有藤条盾牌，用以抵御箭弩或对抗敌军强行登船攻击。战船首尾的望楼、滑盖、绞车、划桨、船舵等船体部分经过严密考证雕刻而成，真实展现了春秋古船的特征。全船配有94个1到2厘米的袖枕人物雕刻，分别为战船的指挥官、将领、武士、桨手等，身着特色服饰，手持钩、矛、斧、弓等兵器，神态各异，形象逼真。就连每个将士盔甲上的锁片、衣物上的褶皱都清晰可见。弓箭手身背的箭筒中的每支箭都可以从中取出，船身桨叶数处被敌箭射中，表现出激战正酣的紧张状态。整船袖珍人物栩栩如生，生动再现了春秋时期的水战场景。第一节大义战船就讲到这里，下一节再见，谢谢。